你是纸片人吗？注意了，过瘦恐怕有问题。就是彰化这位女子呢，长期就觉得腰好酸好痛哦，就医检查才发现，哇，原来呢自己体重过轻，体内脂肪不足，没有办法固定肾脏，导致右肾下垂。拥有像 model 般纤细身材是许多女人一直以来的梦想，许多女性透过运动和节食费尽千辛万苦想甩掉脂肪。但您知道吗？体重过瘦却可能造成肾脏下垂。彰化有名女子长期有腰痛困扰，就医检查才发现是肾下垂。平常只要稍微站一下就会觉得腰很酸这样子。人体肾脏外围都有一圈脂肪保护，若是体重过瘦，体内脂肪不足，无法固定肾脏，导致肾游离，也就是俗称的肾下垂。我们刚刚做右边的时候，他肾脏要降到这么低，你再扫得到，所以他其实明显的差距就差很多。肾下垂的患者容易腰部酸痛，不过只要平躺就可以减轻疼痛，此外也容易频尿和尿急。医师表示，轻微的肾下垂可以透过药物治疗，但如果下垂超过5公分，就需要进行腹腔镜固定手术。提醒爱美的女性，减肥要适度，否则赔上健康可不值得。中央新闻陈孟辉彰化采访报道。